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年的中原普渡想好要拜什么了吗？家乐福有许多的商品，当你有缺少商品，都能让你一次买齐，还能选出你最喜爱的商品组合，也有许多的客制化普渡套餐，婚事需求一次解决。如果你怕麻烦，那就麻烦我们吧，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到府帮你摆桌，让你轻松也能专业拜好兄弟哦。然后你们知道拜完的食物有传说不要吃比较好吗？兄弟吃过的，害怕的话可以寄给我哟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拜完留太多自己吃不完，我们也有与全台食物银行合作，让大家拜完不浪费，食物传递爱，交给需要帮助的人。一年一度平安普渡就交给家乐福吧。遇到疫情问题害怕出门的你们也不用烦恼，使用家乐福的线上购物 APP 一次解决，